我是 loser， 今天我来一个开箱。韩国背回来的一些小玩意儿，先是一个 Lubi 的刀叉，木质的。我买了一个小包包，这个包包呢，你看着它好像哎很小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可以非常大，非常大，它的花色还很显白。我就是这样在给他们展示的时候，他们硬要说我这是内裤。换着背，对它真的是个包包，你放在行李箱也不会占地方，或者你把它包包放在包包里也不会占地方。给你们做个示范啊，比如去便利店买了很多小东西，看，一下变成这么大包。刚刚我装了好几瓶水、杯子什么，全都装得下。配图，这个杯子是送给我的宣传同事啦，它很适合这个杯子。我弄好的眼镜，刚刚拆开的，因为夏天要到了，开始又适合这些平光镜啊。因为我这一副配的眼镜比较适合在家，但是我会框眼的人很好看。有喜欢跟我一样买本子的吗？今天这个格纹真好看，这是紫色的，上面有粉色的，奇怪的笔，尖叫鸡，圆珠笔。铅笔，但它给混头了，就是这个我觉得蛮神奇的。还有两只很适合画剧本的笔，颜色非常亮，感觉可以用很久。这里压烂件不贵，没关系，自己用无所谓啊。这个是买了很多回来跟西西分，他第一个先选中这个，它可以直接挂在包包上，装耳机啊、充电器啊。这个的重点就是什么？它的耳朵是可以自己挑的，可以这样子。这个好容易脏哎。这个东西呢就很可爱啦，它是可以自己做这个小猪，因为它这下面有一个小沙袋，你可以把它放在无数个地方。这个呢是可以挂在门上的一些小马，这也很可爱。我买了一个小笔袋，它抱着多。小的卡，其实很适合去文具店带一些回来。小本子 ，Lubi 的筷子和勺，白色的这样子。看，又是一个坐着的小狗，坐着的小猪。我在韩国买了熊猫，这种可以坐着的，真的我就觉得好好。一个是一个鼠标垫，但是我没有电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个。好可爱 ，Happy Birthday！噔噔噔噔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餐盘，这可爱吧？它可以一个一个取出来，小菜、蘸碟、八个菜。噔噔噔噔，这是可以挂起来的小猫咪，可以挂耳机啊什么的。这只 Michu， 这个是我买来做手机壳的，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手机壳。我本来想的是我自己做的，但是奈何没有时间，这个我就是非常喜欢了。小夜灯。是在哪里？把这个抽出来就开了。哎，假装呢，第一次见。看，又来的。啊，就是我在韩国买的很好看的一个小布包。我买了好多这样的小袋儿，这是可以拿来装饰品的。就你有一个小挂钩嘛，你给挂在里面。好的，两个点非常好，谢谢。自己都忘了是什么，这好像是被蚊子叮了，它就会到便利贴，一个猫咪的便利贴，然后一个狗狗。看，这日付卡，他们手就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带文件买的贴纸本的，1234567890。嗯，好可爱这个。哎呀，贴本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纹身贴，买了一个 Michu， 没有看到肉肉啊，还有我喜欢的紫色的蝴蝶，这个我想放在房抽上，比如哪天遇到什么小朋友可以送给他，因为这个上面写的是第一名，最棒。这个是给西西戴的，我是一个黑色的，用来装耳机，然后挂在包包上的。我给玲玲买了一个小袋，是一个小狮子，这个给你，都买空了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是我给我爸买的，我觉得这样的短裤他应该会很喜欢。啊，这个是买给你看的。我很少能买到我腰这么大的正正好好合适的短裤，所以我完全没有犹豫就赶紧买。不是，买了点这个面膜，不是买了点，感觉是批发回来的。敷完之后一整个全部吸收在脸上，然后脸就开始发光的那个，亲测确实发光，所以一下子买更多，没有广告。看完了，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选一些送给粉丝？你们认真听讲了，这条视频下面选取五位幸运宝宝，我们来搭配这一次从韩国带回来的礼物吧。那我现在选几个礼物，先选一个兔兔的耳机包，好吧？鼠标垫肯定有宝贝会用。那还有一个这个，再送一个坐着的小兔子，贺卡的什么的。那我刚好在这写什么？生日快乐，今天几号？17号，那就送一个6月17号过生日宝贝吧。全家福纹身贴好不好？再送一个，我分享的这个面膜，再送一个粉，这个可以换笔头的铅笔。拜拜，晚安。